上一个视频的评论中，竟然有网友让我用锤子弹个吉他。What？ 当我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因为我正好就有一个锤子。没想到吧？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求锤得锤？此情此景，我忍不住赋诗一首，就当做这次的定场诗吧。上个视频有评论说，拿个锤子能否整活？我的家里工具很多，求锤得锤，不要怪我。好事。想看锤子弹琴吗？点个赞，我们马上走起。交出你的赞，不然我就去你家敲你的脑壳。